哇，搞了个好诶个，就说咱爱做粿，也娘食粿，粿饼是咱。潮汕非常特色的一个民间小吃，咱潮汕特有的一个粿字呢，伊是一个米字旁啊。那么咱所有嘅现在粿，拢是用米来熬出来做外皮，做成嘅呢，咱叫做粿。但是偏偏有一样小吃，就爱佮相对待伊，伊叫做糯米粿。打着糯米粿呢，大家咱肯定是非常熟悉，应该家家拢是淡水食到大嘅。原材料多少？紫苦、苦菜、得啦。应用非常简单，首先葱皮做糯米粿，伊个葱皮的方法也非常多。今日我喜欢的是其他的制解方法啊。先舀滴加紫粉放来微炖，差不多三两的紫粉，舀清水落，舀将羊肉都煮炖，拉到位葱肉去磨成粒，对这个步骤，葱滚水，葱落去后影响到快速的拉。来了呢，伊就搁起来，那叫做葱食皮啊，加起来这个粉呢，已经开始爱滴加透明，快加点滴加啊，加到伊个调度起来。好，加好，去开开开咯，去掀者，大概差不多去掀五分钟，然后先舀一部分粉，把这个加好个紫红椒再加落来，开始啊，该起嘛。汤小小切，做大板的手，两股拢该卖高温的，先放去垮者，然后拿来夹个韭菜啊，落了一根韭菜，水白，直接做，前头整个韭菜有大条又细条，大条又嫩，细条又胖，硬细条个，大部分人无落咸汫，为什么卖落咸汫？因为呢，韭菜在落的咸。就熟掉，伊就出水，伊就软，再软，烫起来也无烫，你有看电话响，咸汁在落，韭菜就出水，软烂去，烫也无烫，食也袂爽口，就这样来包的时候非常恶包，我今日想在配合比较特别的，很奇怪，落点虾米，虾米呢本身有变刁的芳头，然后有淡淡的滴咸咸味，要怎处理呢？先来热去烫。三个拉食虾米，但一个拉呢，欢喜萝卜韭菜段啊，韭菜是大只又辣的，无辣袂香。我落茶香，加料打出来，虾米打点顶，加剁碎，咸对韭菜段落去，我烂硬的倒油上落，然后来敲走，好敲好。海拌个，咱开始来做粿。咁伊当时做粿呢，拢是用米来做米皮来做粿。但是艰苦的时候呢，米经常佮是唔辣只个。为所以有阵时，一个惊好媳妇，伊喺做粿去遐打鸡只，出来无米，一个老师傅做成晓得他，来我厝底加纸粉，无咪个纸粉来起做一团米生样。包落去啊，做落去啊，做成家粿粿好食。所以呢，用纸粉去做皮个粿呢，就直直以来流传到这种。这个俗语咯，单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到潮汕是不存在的。潮汕之鸟又高又强，样样会变。糯米粿呢，实际是黄芪制作用啊紫红粿来做的粿，拢叫做糯米粿啊。那么包括包绿豆芽的，包豆沙黄泥的，拢可以叫做糯米粿。这个粿是韭菜粿，只要物件啊，大家当时比较有食食，直接食，食个做个是最在个。所以那后期听到个糯米粿呢，基本上拢是落单韭菜粿。所以滚放落吹，大火去吹五分钟。噔噔噔噔，晶莹剔透，很漂亮，烧烧就好食。如果是一热，还冷硬者，无要剔断，过热。就想到水电视，大陆机落只韭菜粿，哇，这种感觉是过好。将个生命泡泡做个盖起来，只韭菜粿就干咪个，加点酸香椒，吹色来只，两椒两椒，酱好来只，哇，收来咯，
哇，加入个好的歌，这么真呢？能听说咱做个同俗，当选吃够大个，韭菜粿，我奶奶去做一套，又便宜又轻。